It has been my pleasure to come to Chung Long Village. This is the fourth year, and so I feel like this is almost home for me. 他说，就是说哈，这是他第四年策划这个艺术节。那他这样子每年回来呀，觉得这已经是他另外一个家了。在一起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快乐。 I bought my artwork. Not difficult to see it's a fish. 关于他的作品，就是其实不难看出来，它就是一只鱼。Especially the idea to make a what's the idea to make a milk fish? 它主要是要做一只丝木鱼。定格，定格。 这次的概念就是透过我们人类使用过后，不要的桌椅，然后所以在资源回收厂收集了10张椅子，然后在湿地里面做这里的样的装置。第一个湿地它可能是一个细水池，所以一个单让它湿地里头，然后我想看起来是吃完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个。这一次的主题是 on the table， 也就是在餐桌上。那其实我们采用的在地的一些食材，还有一些口湖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。那展现在我们后面的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都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。装置艺术的作品，那这一个区块的话，其实也延续到我们农业博览会，其中有个馆舍叫《食物历险记》，我们希望能够表达我们农业大县里面的一些环境素材的部分，以及跟环境这边的教育来做一个结合表现的动作。